第二题，它要求实验原理的这个加上并列文字，加上左右括号，所以这时候回到 WPD 零一哈，我们把实验原理四个字框起来，格式亚洲方式配置里面的并列文字，然后呢以刮弧刮住哈，然后就是用左右括号啊，然后按确定就好了哈，它就弄好了。